心想的却不得，一夜苍穹归来，人世已离歌，今生不可得，天涯各奔荣心乱，天缘长久人稀开阔，离他不远却近不得，天机一分涌冲去远，百年后所幸思念终成歌，离人回音含笑着夜奔长空，雨晴的树并没消失，好心肠泪不知消失，却总不知有心苍穹正开阔，不我思我叹，一夜不敢求白头，这世间不必多解释，若心痛人不知如何。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大人，天牢失火，燕长云葬身火海，尸骨无存，看来时机已到，我们可以动手了。天牢失火，尸骨无存，这种小把戏还骗得了我？还有一事，皇上迎娶拂晓，纳为贵妃。拂晓和燕长云情比金坚，如果燕长云没死的话，拂晓是不会嫁给皇上的。如此看来，难道燕长云真的死了？还有，小姐被赵元软禁在凤仪宫，听说近日病得不轻，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。浩儿恐怕是被我连累了，不行，我不能再等了。雪英，去做你该做的事情。是。先生，都城刚刚传来的消息，燕长云已死，拂晓过几日被册封，时机已到，是该你我行动了。你说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值得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们所做的所有一切不都是为了今日吗？是，都是为了今日，可真到了今时，我竟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到底是对还是错。我亲自下令杀了我的姐姐，我的爱徒也因我而去，我在乎的和在乎我的人都离开了我，难道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吗？我不管你想要什么结果，我隐忍蛰伏这么多年，等的就是这一刻。你现在立刻写信，让宁国骑兵压境，你我里应外合。等我夺得南国皇位，我就起兵支持你做宁国国王，这可是一举两得。你不要犯傻。拂晓明天就要嫁给皇上了，从此你们再无瓜葛。我还是很
口口声声说爱燕大哥，燕大哥这才刚死，他就急不可耐地嫁给别人，可恨。初月，别再恨了，拂晓嫁给皇上，换回老大一条活路。你说什么？燕大哥他没死？拂晓为了救燕长云，嫁给他不爱的男人，可你还要活在恨意当中。你如果还想找他的话，你会见到他的。告辞。没想到他竟然……天地有道，乾坤有序。民女拂晓，端淑慧质，承泽天恩，以祭宗庙，以安社稷。册封拂晓一品皇贵妃，授金册金印，钦此。谢过皇后。臣妾叩谢皇上。爱妃平身。谢皇上。臣等恭贺皇上，恭贺皇贵妃。礼成，恭请皇上携皇贵妃。皇上，皇上不好了，皇上。皇上，有人谋反！什么？宫内有人谋反！外面的叛军也杀进来了！给我上！
枪。住手！听说今天宫中有大喜之事，我特来恭贺二位。怎么不欢迎啊？萧玄，我只恨自己那天没杀了你，不过今天你跑不掉的。你太不自量力了吧，也不看看周边到底是谁的人，你们现在只不过是我掌中的猎物罢了。萧玄，你以为带兵逼宫，朕就会屈服吗？朕告诉你，你这种乱臣贼子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那我也告诉你，我到底是乱臣贼子还是天选之人，由不得你来说。保护皇上，出驾！保护皇上！自从你登基以来，不问政事，玩物丧志，毫无人君之德。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椅子上？不要再打了，哥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悔了。恒儿，哥，你做什么？让开！我去求皇上，让他饶你不死。恒儿，哥，你不能一错再错了。你让开恒儿！皇后娘娘，赵云，赶紧写下诏书，擅为于我。小泉，我在这儿，你休想得逞。你想找死是吧？我今天就成全你，让你给这个狗皇帝陪葬。已到，诛杀叛逆！燕长云，不，秦衍，你为什么要帮助赵云？当年的圣旨就是他亲自下的，他现在自己都不敢承认了吧？他根本就没有想过替你秦家翻案。这样的人，你何必要为他卖命？萧玄，你一步步把自己逼到绝境，到现在还不死心。萧玄，这么多年朕忍辱负重，就是在等这个机会，将你这个奸佞引出来，一并铲除。看来你们是早有准备，好手段，天绝我也。今天要杀要剐，任由你们便。
我嫁给你本身就是一个错，但是今日能遇见你，萧权带人杀进皇宫，犯上作乱，宫里已经是一片血雨腥风了。听说燕长云神兵天降，皇上也早有准备，他们内外夹击，消灭了叛军，真是有惊无险呐。哦，喝茶。来来来，走吧，离开南国，这里怕是再也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了。师父。就这么走了，不见拂晓师姐了吗？不见了，走吧。哦。皇后娘娘这里的一切都是为您准备的，这是她亲手种下的兰花，和檀香一起一点点研磨成粉制成的兰花香。因为她怕你睡眠不好，朕有何急事？皇上，这是臣妾用清晨露水泡制的兰花香，你尝尝看，看是不是和以往的不一样。有何趣？皇后，皇上，你看臣妾今天的妆容有何不同？并无不同啊。
快走，快走，快点的，跟上。想死是吧？这件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，可是朕发现百官之中有不少人做了萧权的内应，这份名单就在朕的手中，你们说该不该杀？朕决定不再追究，因为朕相信各位臣工愿意尽心的辅佐朕。朕已经下旨减轻赋税，让南国的百姓休养生息，安居乐业。朕相信只要我们君臣一心，南国定会国泰民安。皇上圣明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众爱卿平身，谢皇上。皇上，那秦衍呢？秦衍的事不必多说，朕已经拟好诏书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原定国公秦文忠司职期间为奸人所害，含冤十五载，今已查明真相，官有之变，实乃捏造诬陷。秦文忠保国安民，为国尽忠，追授秦文忠一品公侯，入太庙，入祠，赦免所有受此案牵连之人，以昭天下。在天之灵看到了吗？孩儿终于为秦家洗脱了冤屈。皇上已经下旨昭告天下，当年官有之变，秦家是被人冤枉，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说我们秦家是叛国谋逆的奸臣。
秦家，终于沉冤昭雪。朕要论功行赏，你们二位当属头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皇上能为秦家平冤昭雪，赦免秦家牵连之人，对臣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封赏。福晓，你呢？嘿，皇上，我想要庭院、珠宝、黄金，还有……我开玩笑的，皇上。我这辈子除了他，别无他求。差不多行了。你们日后打算怎么做？是入朝为官，还是富甲一方？朕都能答应你们。臣想请皇上应允一件事。说。如今宁国铁骑仍威胁着南国，臣想奔赴边关战场，与天骄一起并肩作战，守卫南国疆土。难得你一片至诚之心，朕允了。谢皇上。你呢？我当然是跟他一起去边关了。此生此世，我再也不想跟他分开了。够了。要不是朕的封妃仪式被毁了，你现在可是朕的皇妃。怎么，这还不能开个玩笑了？不过我有个问题，你们俩得认真回答我。你们这出苦肉计是什么时候商量好的？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？事关皇家威严，在江山社稷面前，对错有时候并不那么重要。皇上，你什么意思？秦衍，你必须死。如果皇上真想要杀我，又何必来找我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朕知道萧玄勾结宁国，迟早会举兵谋反。可如今他已经畏罪潜逃，如同虎回深山。谋反一事，就像一把利剑，悬在朕的心头。所以，只要我死，萧玄没了后顾之忧，便能揭竿而起。到时候你再一网打尽。没错。你手握十万千余卫，个个忠心耿耿。如果你还活着，他必然不敢轻举妄动。可如果你死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英哥，朕需要你配合朕演出苦肉计。大敌当前，秦衍万死不辞。是演戏的话，你干嘛还要娶我？你都提出让朕娶你了，朕只好将计就计。嗯，不过也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，又怎么能让萧玄这只老狐狸相信呢？嘿嘿，那的确是我的功劳。那这么看来的话，你们演戏的本领已经炉火纯青，以假乱真了吗？那是自然，也不看看朕试试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启程了。嗯，福晓，你先出去等我。我跟皇上有几句话要说。行，皇上，
那我就告辞啦。嗯，不着急。你骗得了拂晓，却瞒不过我。当时你娶拂晓，真的是将计就计。我看，你就是临时起意，给自己不利。喂，看透不说透好不好？人都跟你走了。好，那我再提醒你一下，天下之大，拂晓只有一个，她永远是我秦衍的女人，谁都不能惦记。皇上也不行。你要你的拂晓，朕要朕的天下，行了吧？告诉你啊，好好照顾人家，更要好好的辅佐朕。朕的心里可没有儿女私情，朕心里装的是江山社稷，是黎民百姓。皇上金口玉言，臣一定谨记。告辞了。保重。保重皇上。在这偌大的皇宫里，我们经历了多少事啊！突然这么一走，还有些舍不得。过去的事情就交给过去吧。现在，我只想牵着你的手，一直走下去。出发前，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好。爹，娘，十几年了，女儿才来看你们。对不起，这些年女儿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但是也长大了。你们放心吧。来，那天我吓坏了，等天亮回来怎么都找不到他们，幸好被你安葬了。嗯，这个荷包就是在他们遇害的地方找到的。伯父、伯母，你们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照顾好拂晓的。兜兜转转，还是当年模样。
人间有柔肠，情字长心藏。抽刀断水谁流淌，年华似水又别来无恙。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牛马鲜衣，只为娶你红妆。没想到我们的相遇竟是久别重逢，为你舍断今此生长相厮守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从小就拿了我的书与荷包做聘礼，你现在当然属于我了。不舍不忘不悔是为你忠诚，若与你书写满纸情长，何空世事的山高水长。哎，你说我长大以后会嫁给一个怎么样的人啊？应该是一个好男人吧。那咱们来练习一下拜天地吧。什么？我做的属于荷包难道不好吗？好，你都收了聘礼了还想反悔啊？我看你吓的，我就是练习一下，谁会嫁给你啊？做梦。何空世事的山高水长，一念一梦一生，把你放心上。枪，枪。风雪扰乱我心房，不舍不忘不悔是为你衷肠，若与你书写满纸情长，何空世事的山高水长，一念一梦一生把你放心。